想看看有没有我去那边饮料店，就已经打烊了。过来跟他说：“我们打烊了吗？还有吗？”这样，那过来说：“没有喽，我们打烊了，不好意思。”我这样互看他，他也看我们，这样相看两不厌，你知道吗？过来说：“打开这个沉默好了、欸。”他骂你，上哪来的是什么？我上哪来的这个？我这个是绿茶啦。那、啊、你那个，那你另外一个人，你不是那两壶吗？你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他说：“这个不好喝，这个不好喝。”他说：“是哦，好吧，啊，不然你就那个好了。”绿茶，人家都打烊了。我就绿茶好了。他过来，然后他说：“啊你，你装里面吗？”我说：“对，我装里面。”他说：“好，那、啊、你等一下你杯子拿着，我帮你倒，好吧？那、啊、装多少钱？你拿去喝就好了。”真的假的？他说：“对了 ，OK。”哦，好，拜拜。这个就不两个呢，很紧呢，好开心哦。一名男子在饮料店打烊前去买饮料。跟店员尴尬互看之后，竟然获得一杯免费的绿茶，让身边的妻子笑说：“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”也让网友们纷纷笑说：“是店员不想重新结账啦。”想看看有没有我去那边饮料店，就已经打烊了。过来跟他说：“我们打烊了吗？还有吗？”这样，哎，过来说：“没有喽，我们打烊了，不好意思。”我这样互看他，他也看我们，这样相看两不厌，你知道吗？过来说。打开这个沉默好了、欸。他骂你，上哪来的是什么？我上哪来的这个？我这个是绿茶啦。啊、你另外一个人，你不是那两壶吗？你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他说这个不好喝，这个不好喝。他说，是哦，好吧，啊不然你就那个好了。绿茶，人家都打烊了。我就绿茶好了。他过来，然后他说啊你，你装里面吗？我说对，我装里面。我说好，那、啊、你等一下你杯子拿着，我帮你倒。那是啥？拿着吧，来帮我用。啊，大哥，好吧，那、啊、装多少钱？你拿去喝就好了。真的假的？他说对了 ，OK。好，拜拜。这个就不两个呢，很紧呢，好开心哦。懵懂的小确幸。对啊。遇到这种事情，每天都很开心哦。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，朴实无华。还有一杯加到满的绿茶呢，真的很满哎。